好，各位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《萨达兹梦岛》。其实这个游戏算是意外的玩的有点久，比我想象中久。我以为它更小品一点，毕竟还是花了1000多块的游戏。这样子还算蛮 OK 的，声音可以再大一点，我帮它调大一些。如果我觉得太小，再跟我讲。我们这边要上去，应该从这。还需要再大声再跟我说。依你的智商不算小品，公山小，我都轻松过好不好？我只是没道具就过不了而已，有道具我都轻松过好不好？哎，干你啊！哎，靠背哦，这不算。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过去了？这我要看一下。只是这里我要怎么办？我的钩索过不去吧？还是这个能拉吗？哎，看这个也可以拉吗？我以为它只有一些东西能拉而已。赞赞哦！那我能拉墙壁吗？不行，不能拉墙壁。有什么可以拉的？不对啊！看，我在床上想，跳过去就好了。看，突然一个智商下线了一下下，各位不用担心，刚刚是异常现象。我们接下来持续高能在线。靠腰，等一下，这里应该会有一些什么可以玩的吧？那边上去在哪？我记得那边不是有一个可以上楼的地方？这边有干嘛吗？没干嘛，偷他的鸡。是不是？哦，好远哦。晚餐想吃冻饭还是火锅？我会喜欢吃冻饭。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其实不到很爱吃火锅。住的屋子吗？我有点没印象，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
会觉得冻饭分量太少吗？看你吃哪一间店吧，有一些店的分量还 OK 啊。我刚是做了蠢事，把它推下去好了。不对，我先回去好了。我感觉我会做蠢事。这样子应该是好一点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怕拿到这边拿个道具，然后就可以回去，然后把那石头推过去就回不来了。结果是我想多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 ！What the fuck？ Hello？ 哎呦！哎哎哎！哎哎哎哎哎！哎哎！干死老子！干！不要闹了！哎哎哎哎哎哎！赞赞！耶、yeah, ，多一颗星。这样子，哎呦，不行！我用炸弹，嘿，垃圾游戏没有逻辑耶！哇，过去，你的盾还不够高级，是这样吗？你是说认真的，还是你只是嘴炮？不会要从这边下去吧？哎、欸，这是从头走哎、欸，认真的哦，看原来是这样。哦，这可以炸吗？我不想从那边走。不要跟我闹哦，不能炸，我要从头走。要死啊！来这边浪费时间呢。过去不行，哎，你这飞机飞给我去死！这边有什么吗？没有。听听电话声。脸孔神殿。动物村的北边，脸孔神殿。我现在应该是要去爬那个高高的塔。哦，我这个利落的走出这里，哇，太强了我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啦，我现在已经是熟练的 AJ 了。这边有什么地方可以吗？就只是让你可以跳下来而已。感觉那个火焰的地方，也只是拿到一个更强的火焰盾，然后可以去那边拿到50卢比，就这样而已。我猜了，
发现一个东西，谁？上去应该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那个。是来，它都没有屁用。不过这个瓶子是不是可以装进去啊？没有啊。这里有画一个风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是不是有传送门之类的效果？妖精用抓的，瓶子要放到道具栏上。我靠，要终于，干你娘！我走过来都不能进来，我操你妈干！好了，他说要去什么北面的神动物村北方的沙小沙小，干你娘的！哎，这个吗？不对啊，这个我已经拿过钥匙了，这是鲶鱼钥匙。我船帘打不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让我开船点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但我也不是很确定。还有动物村北方这一边，我记得来拿过一个什么钥匙什么的，这边来过了，应该就是这边吧。这边好像也没办法上去啊，要用挖的。干，拿绿头头。等一下，我好像走过头了。我在这边。我玩到现在都还没买弓，感觉该买个弓了。跳不下去。那我是怎么过来的？
哎、欸，啊，从哇，好了，至少开了这个船点不算太亏。去过那个屋子，没看到到底是哪一个屋子啊？有一个要交那个情书，是要交给谁啊？我真的是忘记情书要给谁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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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村庄被挡住的屋子啊！好 ，FGO 每天登录不消停。那个村子在哪？可以学直接传送的歌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哪一个村子？哦，就是自己家的那个村子吗？去，我已经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的传送确实很麻烦。知道这边有超多一开始过不了的东西，就我现在应该是过得了的，对吧？真疗愈。马林不存在神事，他唱完歌应该就回去了吧？我会传送了，这个可以过去吗？其实感觉这个一开始也过来啊，一直一直砍过去。欸、不行，这个地板应该顶不过去。所以这个笛子就是干吹好废，还没学会曲子。要等他破关才会再出现呢。干你剧透屁哦，廖国佑。我要去跟谁学曲子啊？还有那个谁，那个谁，莱特先生是哪一个啊？来，我先去一下道具店。找曼波鱼学曼波鱼在哪 ？Where？ 看、玩到现在没有攻，好像有点丢脸。我有需要买盾吗？潜水迷宫左边，
有几个？潜水迷宫这个吧，左边这个。我知道。这怎么下去没有忘記？好了，游泳池入口在哪？哦，扣扣大，哎，慢波为五郎，大大小。Okay, stop. 是我输了，可以了。哇，是在下输了。吹出来曲子不太一样吧？啊，真方便！哦，终于，我没有觉得很疗愈。太爽啦！有人知道那个情书是要交给谁吗？北面是啊，不对，不应该不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。风吹直接回到雨，哦，应该这里，这里不上去嘞，应该想办法把它弄下去。哦，酷！干，居然可以把它定住！干，真的是杰哥的智慧，有没有？这里也要钥匙。我有这个钥匙。加入后头，觉得已经要进入最终的谜底了。脸孔神殿，哎呦喂呀！我可以举起这个，太重了。哎呀，干老师那一点。送他小老任的善意，冷男，举着罐子都赢你们，又送他小。力气不够大，
等一下，哎呦，哦，我擦球，哇，任天堂的善意耶，哎呦，看，你他妈不要下去。会死啊！哦，那最后一只要怎么杀呢？需要用吗？真牛的！干一堆学人精哎，这个地方。这一关真的是不带弓箭怎么玩啊？角度不能调得很那个。哎，存到钱买弓箭，那我超屌啊！感觉那一关一定是要用那个奇怪的家伙来解的，结果我用弓箭硬破，还是其实本来就是用弓箭硬破的。射过去啊！不行，哎，不对啊，干嘛过不去？哎，
干！哎干！设立起来，来看飞，蓝色立起来，橘色放下去，对，啊，好药，烦死，走开。干我的粉要没了！哎，哇，一个看不懂。以我目前的智商，好像看不懂这个地方。屠戮岩，攻其双目，破壁而入。谢谢你的废话，哇干！攻其双目，破壁而入。我边不知道怎么解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啊，也没拿到钥匙。哎。这边右边点，我靠腰，我什么都过不去啊！啊，又不，哎，感谢了，100卢比。画桃壶的门可以拿桃罐啊！哦，画桃罐的哦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来，哎、欸，干阿蛙的桃罐嘞，还我！是可以拿它砸。靠腰挡屁挡啊你！这么想被砸、啊？哎呦！耶！
哟西！我靠靠靠靠！这里一定有什么？哎，不对啊，没有响。指南针也没给我提示。哎，没关系，右边有一个锁着的门，我可以。超要，哎，没事没事，都有在我计算中。啊哈！Perfect。好感这个是替身攻击啊！看，真小，原来是替身攻击的部分。尴尬，这个地方右边有得走吗？还是不能走，还是拿不起来。哇！不然也是拿不到下一个点吧。好吧。嗯，等一下。哎，
好吧，总之就是没有办法。刚刚的地方也没拿到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变化吗？没有发生。我靠，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卡关出现了，废物。开过了，都看过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不知道干嘛了。我搬不动雕像啊。这边过不去，这边也没地方过去，这里有个宝箱。这里的宝箱应该是关键的，哎，不是这里，是这里的，哎，这里的宝箱。这里，左上，我左上这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间也有一个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要把这个杀光光。上面的我也知道，这个我也知道啊，这个没有地方去啊，只是这里过不去，这一个楼梯在哪里不知道。这一边也过不去，
主要也不是地图的问题啊，这个地图就这么大，过不去的地方很重。先看一下这里资源。我推不动。发生什么事？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干，发生什么事？嗨，干林老师奈德利耶。干，无心插柳柳成枝。对啊，我改那边，我出不去啦。等一下，啊，哎，好呀，啊。这游戏真的是太鼓励你清怪了。这游戏不清怪是不行的。优秀的阿强，就是要浪费剑士刀。这个应该是可以什么搬雕像的，强力触手。哎呦，哎呦，但我觉得这道具太重了，不行。跟拿那个推石头有点重复啊，觉得这关卡设计就有一点废了。老任是没创意啦。不是啊，我没办法好好的把它放上去。干，超难丢。没有吗？鞋子丢？屁嘞！
啊，骑士跟马的走法一样，不是这个要这样，这個、要斜着丢，跟我开玩笑。他没有放下这个动作，并没有。干！干！不是啊，我不会下西洋棋是没错啊。但是我把所有的走法都按出来了。啊，离三格。这里是一吗？还是这样算二？离三这样子。直接跟我讲哪一格啊？这边叫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这叫上牌，这叫下牌，然后是一、二、三、四这样子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跟我讲要从哪一格走？哎，刚好把熊丢上去。这边四，一二三四，丢不过去啊！冲的，横的，脸朝右丢，还是说这里？三之二，哦，干你老斯奈德利耶！干你老斯，气死！哎，玩太多死人棋，啊，终于，哦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看，原来我被锁住了，我完全没意识到这件事情。我一直在那边，只是想把旗子放上去而已。他门打开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被锁住了吗？看，好了，又多会了一件事情了。看一下这一边，多来去过。马是走 L 型的走法。看一下啊，这边下右边这个应该是不行走，我记得没得走。这个楼梯走过，哎，这个楼梯都走过了。哦，哎，看一下，应该是要去另一边。哦啊哦，他还可以选歌，是不是？所以之后会有不同的歌可以唱，太炫炮啦！太炫炮啦，这游戏！哎、欸，
士仪渊应该也是有用雕像可以砸的地方。是不是？我靠！我靠！哎哎！哎哎哎！就、哎、就、哎哎！哎，弹！好啊，最终还是一直打死的，爽没？水晶地板主奇处主去路，踏在其上向前进。好我、哦。不是，我受困了。他是想要我怎样？哇，我真的没有概念。等一下，叫我踏在上面，不是啊，我也跳不上去啊。把怪打掉。哦，我靠，要吓我一跳。我后来我真的就出不去了，也要把怪打掉就好了。这个游戏多么的杀身主义，多么的残暴啊！一个是要死啊，好一点，我们有一点进度了，各位。哦，要死应该是姐那边的，哎，好用。哎，家，我现在要改变水晶才行，敲一颗水晶就可以过关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哇，突然觉得我真是太机灵了，我已经想好要怎么处理这个地方。哎，烤鸭，我。让你这些废物看。就这样子，然后传送回去。基尼尔斯。应该不会什么传送之后那个水晶又变回原状吧，应该不会有这种鸡巴的东西吧。哎，是，哦靠 Genius， 哎，不对啊，干你娘嘞，什么 Genius 啊，有，哎，不对，哎，然后哦可以，啊，对，没错 ，genius， 天才！哎呦，还想阴我啊，老人！凭你的三流把戏，狗罐头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秘密的药品，涂在自己身上。哦，所以是，嗯。
好像也没啥事，这我还能干嘛？这边死路我记得，怎么去这个楼梯呢？我从这里，这里楼梯，这里是连到，这里是连到哪？小傻，我觉得我好像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有漏了什么？应该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用吊，那个我想到，靠，不要干！不是，我想到了，这里，对。这里呀、是不是？这一定是重要的100卢比。干，废物！挡路啊！现在开了，它要重新盖起来吗？不会。自己这边开，不能。我们又卡关了。Boss 后面的门哦，等着去一次。我先去另一个，我稍微有一点想 check 一下的，因为我真的有点忘记这边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里有大象可以搬。靠药。肯定很重要，并没有。这边、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没走？我忘记了。这个楼梯上来是哪里？这里拿完了吗？所以这里没什么好去的。这里拿完了，这里也拿完了，这一区应该是差不多了。这个楼梯不知道在哪里。好吧，那只能去这里看看了。哇！好，再试试看 BOSS 那边的门吧。感觉拿完那个触手之力，应该就让我过关了，对不对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把这两个砸掉。C， 天才的，太爽了啊！哎呦！我靠我腰，好，够了。这是哪里？地板开刀！冲他小。知道了。是不是并没有？一定是要打完所有的小怪的而已。我操！下去啊！靠呀！操你妈干！
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等一下，我要怎么过去啊？等一下，我突然一个茫然。哎呦，靠腰、哦！突然被一波大爆射。哇，王冠到了，没有要死，尴尬，回家。还来啊？还下棋啊？哎呦靠！有，哎，可爱小动物，是呢，哎、欸，打不死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可以。老人实在太残忍啦，强迫我们在那边杀生物哦，这样怎么带小孩？哎呦，恶心的东西！吸一口干。给面子，这些不给面子的东西，哎、欸，还不吃，还转弯，白海豚一吃，喂食秀，哎呦，转弯啊，还能不转吗你哈？还不吃哈啊！不吃不吃！哎呦，干你有种！我才讲，你他妈你有种就回头！哎哎干，对不起！哎哎哎干！过来、啊，干气！过来啊！哎呦，看你哪个在过来，气死我！还不吃？再不吃，哎、欸，我就问你吃不吃啦？我来抓小精灵，抓，哎、欸，可以随心所欲的，随心所欲的用小精灵了，太爽了。下，左下怎样？现在这边没走过啊？对啊，这边没走过，先走路。还来玩那个啊？哇，三百零一血喽！还是用黑色的。
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烦死了！草真小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是用黑走白格，白走黑格吗？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是黑走白，是黑走黑格还是白走黑格？哇！没差。黑马的眼睛没有亮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他还是一样啊，这应该是一样的吧？哎，哎，哎，丢干，这唧唧歪歪干。你在他啊、哦！他妈的，一定要跟老任说这个，你他妈这个机关设计超级白痴。上面来左边数来第四格丢这格吗？哦。所以是要白走白吗？我不知道西洋棋啊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他这个设计到底是怎样，因为我没玩过西洋棋。哎呦，靠靠靠靠！靠靠靠！好，没有，是要走日字形哦，对啊，是走日字形。环保物，以物及物，方可开启。你这个要开吗？开一下好了。特别设置在这里的，一定是叫你开的意思啊。关怎么走？突然忘记了，把也储存一下好了。嗯，现在快到了，对，
草。不对，对。我这边没错。不对，不是走这，我记错了。我的冲发熊。可以，没事。啊，终于王冠，拿就是好了。感觉这一关应该是跟飞索之类的关。哎呦，还有什么宫崎双眼？我对叉叉。可以打吗？可以。我靠！妈的！可以。太废了吧！这只，哎，看，直接出在我脸上。这只应该是目前打过最废的一只了。三角铁。真的是四大天王最弱的。他到底在弱个什么劲啊？在山上呼唤着你。之前就先开过点，超爽。油够爽。哎，不是，走这边吗？还是哪一边？我有点忘了。啊，不是这边。应该是这里。
该……哎，等一下，他有给我钥匙吗？他没给我钥匙。飞鸟的钥匙，等一下，我似乎自作多情了，什么？好像根本不是往这里走。哎、欸，还有哪里可以打？打过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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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过啦。啊，一二三四。1 2 1 2 3 4 5 6，哎，真的还是村里好像有雕像哦，鸟的雕像，看，我干，有这个真的是方便超多的啦，之前在那边走半天。飞天机，奶奶就在动物村，谢咯，奶奶在哪很重要吗？应该是要学另一首歌，另一首歌要去哪学？跟奶奶学吗？路牌迷宫的青蛙。路牌迷宫是哪里？有一个路牌迷宫的地方啊。或者是看起来像迷宫的地方。路牌迷宫。好酷。青蛙还是住这里？这里还有个地方，感觉应该不是这吧。有没有玩过的人跟我讲一下在哪学？哎、欸，啊，哦，哦，我找到了，就是这里，干！我突然一个理解了，干！只要有钩锁之后，所有地方都去了，干，终于。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啦，来靠腰 ，switch， 哎，哎靠腰，不是，哎，按住，忘记换了，哎，太神啦，路牌迷宫，回到起点重新开始，开了，回到起点重新开始。这最初的地方，往下的方向前进。然后，哇，太讲究了吧！往右走，
下。好的，小畜生，往左。啊！啊！死了！哎！啊！剩下，我被困住了，娇娇。好，这个往上。六。下，看他会不会耍我啊！右上，他没有在跟我开玩笑。左，下。有，啊？你选错了吗？你小啊！有下，左上，左下，右。下，左，走过楼梯就看到奖品，啊，成功。灵魂之歌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关了，关了，关了，不要唱了，不要唱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啪叽啪叽啪叽，米狗头，对面嘛，哦，他吹出来的还不错啊。我知道，
是不是？哒当，干！推开，哦，要推开，啊！原来要推开。好多、哦，那就进行一场 BOSS 战吗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哦，没有，它是一个道具。我们把一只生物复活了。哦哦哦！我的天哪 ！I can fly。I can fly。哦，好快乐，好快乐！哟，羡不羡慕我啊？废物，废物！按错了，所以，然后嘞，我的快乐小鸡了，然后。山上的鸡舍，主线曲去找马林学一下，不是啊，马林不见啦，马林整个人不见啦。鸡舍是这里吧？哇，他也会跟着转了，转起来，转起来。没有比较快，但是比较爽。滚！八，我很晚才拿到。看一下，你们带我飞过去哦，可以！我操，你超有用的！我还以为你是废物。这边还是那边，我就忘了。
这边好像是吃凤梨的家伙。鸡舍应该在这边。哦，刚好我居然记得。哎、欸。啊，撒小，就这样，我、哦、他妈当然知道啊！等一下，然后嘞？就这样，他不是叫我去鸡舍吗？干，我被骗了，浪费我的人生，啊、哦，好爽啊、哦！我要一直带着他。哇！还是我可以直接带着他去当钥匙？你就是钥匙对吧？我知道了，你就是钥匙。右边山洞有地方可以飞，什么意思？你就是钥匙对吧？你给我进去！看你这废物，完美的错过了下面的洞。你在讲黄色笑话吗？前年去没办法过得动，干在哪？嗯、哦，哎、欸，这我怎么过去？我忘了。哦耶耶耶！这推没大问题，这个往这推应该还好啊。这下看一下，不想走，你是都要想一下。干废物！浪费我宝贵的时间。说去另一个山洞是哪一边啊？哦，还是这个。知道了，就是这个，这个的，这个真的是你有吊索也过不去。过来，太神奇啦！哇，原来在这里，终于，终于，啊！是你呀、啊！终于拿到了，哎，哎，我想要带着他去打王，他太低了，我已经变成咕咕鸡的形状了。
最好玩的迷宫。确认一下，这个迷宫完还有个大迷宫吗？还是直接就是打 BOSS 结束了？好呀！啊，我的鸡嘞！如果后面还有一关的话，我应该就停在这兒。不，我应该就是玩这一关，然后哎呦，我应该玩这关就休息。哦，应该玩不完。靠哟！又来玩这个，妈的，你天天玩就玩不腻呀！靠哟！啊！气死我！啊 ！Hello， fuck！不要！啊，不要！还有一关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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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！操你妈！干！这个应该要丢到啊！干不是啊！啊，好烦哦！开门。哎，看，还妈临走前敲我一拳呢，真的是好意思。哎，哎，是不是我这个精准的计算？哎，哎，哦，我这个算好了，算得妥妥的。嫩啦！哎哎哎哎，这位同学，你是没有什么版权问题呀？啊，乖乖，你感觉应该是一个没有版权问题的角色，很好，很好。可以，完全没有问题，没有任何的版权问题，非常的好。
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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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你妈干！你们这些流氓！哎，看，走进来了，完全没必要来的一个地方。我看，是他，卡比在这里特别的恶烂。哇，这也没什么好那个啦，那就敲他啦。哎呦，干我！哎呦，看一下，还没拿到回力镖啊？什么是回力？靠北哟！商店可以换，拿路后头，我靠腰，死啦！啊啊啊！变了。哎，烂游戏。哎，爽没啦，爽没，爽没干！我快要脑抽了。拿不到，我操，气死我！我上去看一下。
啊啊！你跟我闹啊！你在跟我闹什么闹？往下推哦，可以往下推看看。还不能往上推，只能往下推，烂设计。干，他妈了个这个玩的游戏哦！下面，嗯，哎，等下，刚那边有切换那个的吗？哎，等下，没有切换器，好，没有，没有那个开关。这边我没走过，这张图有点难玩，真的。它是一张很吃空间概念的图。哇，这张图应该是我的大招。结果居然是拿到鸟子。这边就是通这边，最左上跟最右上。插爆你们这些飞机杯！可以放飞。非常有用的发言，再见。
牌。我怎么办呢、啊？上楼，上楼。卡比能用出了吗？哎呀，哎，哎。最右上角，下次再说。哎，卡比只能炸。右边可以开宝箱啊！好，这三小。哎，这个可以打死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我刚刚切换到哪了。啊，算了，对了。哎，这一边跳下去，左边好像没去。标可以黑死，拿入火豆。好，我，哎，看，这游戏最强的神器是回忆标，哎，我居然没拿。No.
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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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看，我觉得这一关一定是很难，有没有叫我打死他拿东西？没有，对不对？看看看看，这样现在还有小钥匙吗？那好，没有小钥匙了，因为是不是也没用？好，真好用。把踩了掉，不是很好。看看看，哎，这个挡住了。好好好好，完蛋了，我快受不了这东西。好。哦，好，你看他最好给我掉东西哦。谢了。他没掉，然而他没掉任何东西。这应该打不掉，这也打不掉，好，好，浪费我人次。唉。复活膏是用掉了，看能不能跳下去。老司机冲刺，停车！老司机干，被挡住，飞路。完了，卡关。好卡。哎呀。很想讲，但是算了，那你就他妈讲啊！不要相信我，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。哎呦，靠北！我都不相信我自己，你们凭什么相信我？重要的道具哦，干是不是？哦，是不是？
还有一个这个房间。结果居然先拿完的是王冠的钥匙，但是连王在哪都不知道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还可以再下去吗？再上一层楼，然后最左上跟最右上，快了。敲下去，有个工具。想法了，干！哎妈干！哎，飞机被干了。
可以直接从那跳过去。可以。原来是一样的地方。啊，是这里。哎，不对啊，这里也来过。那我来这里干嘛？等下我拿到小钥匙吧。我拿到小钥匙吗？哦，还没事，没拿到小钥匙。好，你太疯了！我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好，我们就听这个的话，乖乖下去。中间这一块，我们要来这一块。左下的应该可以跳下去。说的好像是没错哎，哎呀，我现在就拿宝箱。好呀！哎呦！完了，我刚回不去刚那个地方了。那地方该怎么做？好麻烦，都快有点废了。会飞的地板右边，这里啊，也是，哇！你这个废物，为什么是这个啊？为什么是这个？为什么不是现在有用的东西啊？希望是现在有用的东西啊，不是贝壳啊，我操！没关系，走到了右边。
要的是现在有用。哎呦，那个墙壁是裂开的。看一下啊。层切换哦，看一下，上面那个点跳下去，嗯，再拿到海螺甩把手啊，真的，嗯。那一边有钥匙 ，OK。啊！我、哦、靠！我、哦、中到夹层，哦，好痛！啊，我知道了。回入口。不小心按到射箭，射死了一只小怪。啊！这一边应该是有那个那个。屁用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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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你们不要都那么，那不要太过分哦！还还还还还！哎、欸，糟糕！哦，可以反他。我操！终于，再来，飞！嗯，哇，不是啊，我开了这边，另一边开不了。哇！哇！走蓝色的，不是啊，蓝色的走不上去啊。蓝色的，你走到这边就断了、啊。开那个锁。
意义是什么？跳不下去啊！跳不下去，还不给跳呢？你想跳还不给你跳？这边有防跳楼的部分，这边可以跳下去啊，这边下去意义不大，没什么要拿的。我主要是要这边呢，这个地方。啊，这边不能跳啊。答案是目前没有意义，我感受到了。好，这也不能跳下去 ，shit。有人说可以砸，等去找一下。一楼超一楼开完了，剩二楼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开不了啊，目前。这能跳的应该就这个，这个跳下去是这里，这跳下去是一个没什么大意义的地方。啊，好，去二楼，先去二楼。嗯，投递爱子，先跳下去。说地方可以炸墙壁，去找一下。看人玩真有趣呢。哪里？这里的下一间是不是？这一间吗？哦，找到了。无法前行之栅栏，朝栅栏内投掷手中之物，太聪明了！哇哇！大概是一个炸弹。无法前行之栅栏，投掷手中之物。我跟你啊，不是啊，所有楼层都开的宝箱，所有楼层的宝箱都开完啦。这一层啦，不过它更高的在这啊，这里解不开。铁球猫头鹰的提示，好，我去看铁球猫头鹰的提示。过不去，打下去。烤鸭，烤鸭，啊，烤鸭，烤鸭。铁球猫头鹰995，四柱崩塌之时，迷途将会解开。啊！要把柱子炸掉。哎、欸，
道是，这就是看起来我有四个点的地方，不对，感觉不是。四柱。啊！还是其实还有地下室？下一个空间就没了。铁球就是让你砸柱子。等一下，什么什么铁球可以带走？等一下，原来是这样的吗？原来是这样的吗？原来可以拿铁球去砸柱子的吗？下去，不要从另一个房间过去拿才对。我刚在这个房间。总觉得好像找到一点点方向了，但又觉得，哎，有够复杂，好烦。我在干嘛？我是不应该把铁球丢到那边。不对啊，看它上面那个也不能走啊。看，等一下，我到底在冲啥小啊？我靠，真的能过来！
来，我要崩溃成功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哦，真的是天才啊！下楼才行。好溜啊！哦，有没有？我靠，不觉得我天才。哎，还有哪里有助手？这个也推掉了，这个也推掉了。哎呦，下面还有一个。靠腰，不会吧？哇操，要接喽！老人真的很棒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靠腰，打到一边，墙壁裂掉那边有一根。怎么办？我扔得过去吗？我来试一下，我可以丢多远？干，我觉得丢不过去。我扔得过去吗？啊，不管，我扔扔看了。过啦！
崩溃了！我操你妈干！为什么空气突然安静了？靠腰！靠腰！靠腰！我刚刚那边要怎么过去啊？哎，来。底下往上丢，什么意思？它有不同的丢法吗？没什么不同的丢法啊。而且这个应该不能带得下楼梯吧？从下方往上丢，这是谜语吗？好呀，啊，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先开机关。下方往上丢，不懂啊。从三只小怪的地方往上丢。三兄弟的位置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嘛，对嘛，哦，喂，我要来看。我要怎么从哪里？扑克三兄弟的位置在哪？应该是这边。我要怎么把铁球搬到这边来？哎，我应该可以直接搬过去。靠腰。谢喽。耶！我怎么高？到铁穹那边？我要怎么过去？我看一下。这个游戏弄得我头好痛啊！我已经把铁球弄过去了。
门口，好，回门口。哦，我可以在那边刷回血就好了。哎，没有，居然不给我回血，好。回去养婆不烧脑，干，好吧，不放弃，不可以。哎呦靠！走开！看，哎，看我怎么。过去吗？可以可以，太聪明啦！太哎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！别吵别吵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哦哦，我知道了。走开走开走开，别爬上去。哦，停停停停。哎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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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hy? What?喂，你丢错方，我丢错方向了，什么意思？来来来，你再讲一次，什么叫丢错方向？我不太懂。啊？不是从那边丢？等一下，不是从这边丢，从哪边丢？哦，我有撞到墙壁是吗？这边就只能丢直线啦、啊。好好好好，我撞到东西。好好好好好，干！啊！干你老师！老任老师的。重来枪！哎，差一下子。好。可以熟练的走这一关了呢。哇！为什么我那么熟练？啊靠！要
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啊，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哇 ，fucking genius！ 为什么我这么熟练？哎、欸，我刚刚干嘛？哎、欸，等一下我。嗯，不对啊，我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刚才干嘛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突然一个瞬间失忆了。啊，不对啦！我在干嘛？我在走哪里？看，熟练的迷路了。气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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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！而且我还把地板哎、欸，蓝色要在下面，是吧？没错没错。好呀！哎，看他这个都每次都直接往我脸上撞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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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これはいいです。妈的，你们去死吧！啊靠呀！爽没？我哦，终于，我天哪！哦啊，终于啊，血糖太低了，真的。我今天早上只吃了芭乐跟什么？跟玉米片。哎呦，好像没吃玉米片，应该牛奶了。我吃了优格跟一颗蛋，还有一颗芭乐。靠呀！啊，我要重走了，要修。好烦啊、喔！一个路走错，那全部重走。干干干干，别闹我！啊！终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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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。终于，终于，终于啊！终于，我的天哪！我操你妈干！啊！直接把人家家拆了，太聪明了。拆违章建筑的概念。我们抓到你是违章建筑。直接王冠吗？感觉还有这么多地方可以探索。哦，好像也不是直接王冠。
干，超级没有意义的一个地方，那个钥匙，超气。哎呦！该不会都打掉会有什么吧？并没有，啊、靠腰，每次忘记它的存在。哎呦！闭嘴！要在，抓到了，老任，刚刚是 bug 吧？又是一个油，啊，然后嘞？对啊，四楼。去这里呀、啊！没有更高层楼啦，拉到右边。恭喜！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！拉到右边钩锁。天才，哦，这一感觉就是王冠了，我要把这个小东西吃掉。干，他居然不是回满了，我一直以为他会回满。小废物，哇，大点！干，他居然可以召唤大鸟！就让钩锁打他，
哎、欸。是没回力标的话很搞，我感觉到很搞了，然后把我的嗷嗷拿出来，没有嗷嗷也不能用。防到他飞累你就赢了，真假的？他该累了吧？多累的，他的羽毛该掉光了吧？哎、欸，我可以叫他下来跟我打吗？下来啊！再来、啊！哎呦，我的我的我的！好呀！我们可以弹奏Giorno Giovanna的 BGM， 风雨听到就会被弄死，听到就、啊、完了，要被木搭木搭了。这部游戏的林克奇是反派，我感受到了。
鼻子。第八关在哪？第八关就是风雨那里。应该没别的了吧？什么在高原最左边？不是这里吗？真的不是这里吗？所以是我搞错了吗？对，高原在哪里啊？曼波地小屋，好，更准。哦，我还少一个乐器哦。最左上角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左上。确认的。吹进生命之球。龟头。从哪边过比较正确啊？啊，不是这里，干这里啊，怎么办？我是要走这里的洞吗？还是？这边没得爬山。干不对，我好像不用过沼泽，搞得干嘛啊？浪费时间。透视镜在哪换呢？这里走吗？忘了，是这里。
赏区吗？交换物品，我换到情书。情书要交给谁啊？我也不太知道。啊、你是怎么到那里的？看，好哦，好哦，别怕，直接把它射穿。还差六分，我，哎、欸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鸡舍有看过啦，这鸡舍没东西啊，没干嘛、啊。找到我的咕咕鸡，我的咕咕鸡去哪里？等一下，我要去拿我的咕咕鸡。不对，我不该跳下来。算了，对了。咕咕鸡，原来是大叔拿着我的鸡在爽吗？把我的鸡给还来！干，你是爽我的鸡，操！啊，怎么办？哎，他就爽了我的咕咕鸡，哎。干，他不还我哎、欸！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把我咕咕鸡拿回来哦。干，这什么垃圾大叔啊！我好不容易招出来的咕咕鸡，被他拿去白嫖了。白嫖啊，咕咕鸡！
嫩啦、啊！哦，太赞了！龟岩的头部，哎、欸，是乌龟岩的头部吹入生气，了解了解。这个是乌龟岩吗？这位，这个大哥。是啊，吹入生气要怎么做？唱歌，唱歌叫吹入生气吗？好吧。吹起来。太嫩了吧！看，又是一个新关哦！好好好，我们今天先存在这里，今天打够多了。拿了两个乐器，很猛啦。好了，今天先开台开到这边，干我也饿了，我要吃饭。啊，回来波波。